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提起云南，相信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彩云之南的美丽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，花海、雪山以及各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是那样美丽神圣。而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世外桃源，这个位于云南的坝美村其实就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这里有着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群山环抱在四周。其实最为神秘的是，坝美村是由溶洞与外界相通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坝美村长期与外事隔绝，人们只有乘坐在小的铁皮船上，通过一条长达1公里的幽深昏暗的溶洞，才能看到里面世界的光芒，坝美村也就出现在人们面前。这一切像极了中学课本里面的《桃花源记》里所描述的，临近水源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，便舍船从口入，出极狭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。还以为只有在陶渊明的笔下才会有这样美丽的地方，而坝美这神秘而又独特的风光，完完整整地描绘了一幅所有人都向往的桃花源记。这里四季都有一条名为沱娘江的清澈小河在流淌着，在这溪流的旁边，一切都是那么朴素自然，男耕女织，炊烟袅袅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这种自给自足的古老世代务农的自然生活，将壮族文化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。由于热带的地理位置，茂密的雨林覆盖了周围几乎全部的地带，树木枝繁叶茂，巨型的树根像溪水一样蜿蜒在地面，导致这里的住房像活化石一样，将历史风貌通过落地和半楼居两种干栏式风格为主显现出来。这里真是21世纪罕见的世外桃源呢。你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呢？